我们是如此不同两种人，但在一件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。赚一千两黄金。哎，我有个提议，线下我在做蒸馏酒的买卖，我们人少产量就小，不如咱们合作一下，你们提供场地和人力，我提供做酒的技术，互惠互利。你不是不用脸赚钱吗？我是不愿跟你一起，没说自己不做。今日这番事到火急的情形，你还有功夫坑钱？不然来，让我白跑一趟。我想到个更好的法子，但这戏必须得演得真，演得像。别着急，我酝酿酝酿。你别废话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表妹。表哥，50两。我和我表哥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和小无猜。100两。看样子应该见效了。200两。若去日已定，若去日已定，不如在那来之前，不如在那之前，好好的在一起，好好在一起。好，谢谢啊，多多捧场，多多捧场。若是有一日我要走了，你会留下我吗？我留你，你就不走了？